初中每个班要大头，你们又摆摆眼。我跟你讲，真的你又不信，老不信。我初中在文理学院附属中学二楼台阶上做他们大扫除，中午十一点半，所有男生午休，女生午休，男生做大扫除。我出门拿个扫把往地上一坐，地上一滩水。教练问你为啥这样子，我说我汗流太多了，你看，啪啪啪往下。初中那会儿我就长白头发。那会儿我们班有个小胖，就这么排队排我后头，给我头发一根根的拔。我说哥，求你了，别拔了。每到升国旗一敬礼，往后一扑，我爸爸，哥真别怕，白头发也这么来的。给你讲明明白白的，委屈了，真委屈啊，委屈了，他妈的，口水了。我说委屈狼啊，他玩那个五关大神，被他妈的造谣也接啊，一造谣我就急啊，给点解释的机会啊，委屈狼。六级怎么累呀、啊、哎呀这个特条偷偷买的铁桶僵尸这种大石头里面打汤对打汤的这个是把衣服穿好今天别感冒了有屁啊这么热的天我说呀别感冒刚刚声音那么大别感冒了今天跟谁吼呢把衣服裤子穿好啊别感冒了为啥把衣服裤子穿好啊别感冒了有病来着怎么车还不来下雨吗没下雨先不这旁边的小孩在哭啊还是这小女孩乖哭都不哭我刚刚以为这是仅仅发出来的你待会把你那个鞋那个运动模式打开对小孩都等急了小孩都等急了你热不热热不热不是哦好乖啊你看这个屁股都哭得更凶了偷拍小孩偷拍小孩哭要被打屁股像你们这种不乖的也要被打屁股你给人油腻到了前面的没事付姐问直播间的人说付姐跟直播间的人说不怪你们也要被打屁股你们也要被打了然后前面那个那小男生回头嫌弃的看了一眼我们我也打你的太苦了就是前面那个小男孩死守啊五点了吗我看看